十九岁的李真慧是一名理工学院的护理系学生，小时候曾经有帮人的梦想，但一直都没有实现。借助着伙伴的力量，大家一起做好事的正能量，让他能收获快乐。就因为我能力有限，我出不了国，我不可能做很大的事情。可是在实际就是不是我一个人做，就一群人一起做一样事情，就有做团康嘛，所以我就觉得看到老人家笑，我就很开心，感觉哦，还有年轻的活力，就可能可以让我们回想到自己从前年轻的时候那种感觉，就觉得那种感觉就很开心啊，就感觉是一个很善的团体，就大家一起是很好的能量哦，就身边的朋友那些都是一起要做好的事情。